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院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健身工厂的健体顾问。哦，健体顾问，对不对？我们健身工厂的一个第一把交椅是我们 Will。Yeah. 今天要帮 Will 呢做的发型是男士 Barber。那他的型其实蛮适合做 Barber， 因为他头型呢蛮不错的，就蛮期待今天他讲 Barber 那种利落的感觉。OK， 那我们就今天开始的 Barber 教学。那我们 Wee 呢是草芽厂嘛，对不对？草芽厂的健身工厂的健身顾问，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可以在底下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最好是贴着我们的头上去。打算是这样子吧 ？OK。直接把上面刮掉。对啊，你在健身房前，健身多久？11年。对，很厉害，他30几岁，肌肉还很大。想当年我也有一些帅气的肌肉，因为如今胸肌变乳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第二层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来这边，首先把一号拿掉，然后这边呢，我稍微推一半的长度，推有点长度，下去衔接我们倒数第二层跟第三层。那我们这时候要去看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头这边都会有一个凸的点，所以我们照着这个凸的点下去做延伸。那我在推的方向都会是往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这个方向，这边呢，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这样子下去做衔接。你记得这边靠的地方，这样子推不要压进去，不然就会短掉。这边就贴着我们的皮肤这样子推掉。这边可以推着上来，这边可以贴着上来，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这边。去抵住他这一块的头骨，然后让他顺着上来。那这边一样，我们是用这样子、这样子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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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一个形式，去把我们要的腱子，然后推出来。头型有些地方凹的话，你的电推的控制可以稍微往内压一点点。那一样，这边去抵住他上面的比较凸的那一块头型。这边的部分呢，我们先把它接顺。那这边会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弧度，肩上来，这样头型会比较不会那么扁块，就是不要用平的。这边大概就在5点钟方向要去推，梳子指着5点钟的方向，去把这个侧边的这个立体弧度，尖的，把这边削进去。最后呢，喜欢我们作品的话呢，请帮我们按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各位。